广东人眼里的北方。喂，金同志，今天几期饭啦？你哪里人啊？哎，哥，我湖南人。哦，北方兄弟，欢迎欢迎。不是，哥，那个湖南是南方。嗨，你认识个马娃的吗？我说湖南话，不说粤语。那不就是北方哦？你们那边有雪了是不是啊？你说有吧，他的确也有。你看，我都说了吗？你有空带我去你那个那旮沓太太西了。哥，湖南就在韶关上面一点点而已。哎，不要激动，今天我们部门呢一起吃饭，欢迎你啊。好啊，吃啥？欢迎北方的兄弟嘛，肯定要吃点辣。我再说一遍，湖南不是北方啊。我们订了麻辣火锅哦，你不吃啊？我吃。那还买啊？麻辣不方便，吃安给。在拍摄的他好像还不知道有生意惊喜。我回咖啡馆了。好歹嘞，你干要一点。看他嚣张的样子，忍不了了。你拍条花手啊？啊，又要来扮惊喜啊？哎，完了，这就猜到了吗？点解连连都搞呢啲？我系冇时间啊，我要走啦，我哋冇装啊，而家。给点面子吧。你都识唱噶喎。我头都未接喎。对所有的烦恼说拜拜，对所有的快乐说嗨嗨。嘴上说着不要表情很诚实。说嗨嗨，说嗨嗨。这个老师比我重要一点。行行，这个绿的没有。不然你不能加绿的嘞。啊！来，何伟先生。满满的仪式感。想对粉丝说什么？提早两日，咁啊，上一次三日已经同大家讲话，已经到咗唔系好想同大家讲年纪嘅时候，咁啊，又一年匆匆地过去啦。咁啊，多谢大家啦，多谢大家一路嘅陪伴啦。咁啊，希望大家可以继续陪伴我嘅。嗰啲愿望同旧年嗰啲好似都系差唔多。咁啊，啊，继续努力。又给他装闹了。哎，英雄好啊，我们今天打个电话。我 OK， 我过来 P 啦，过来 P 个龙珠。这就是你要的效果。广东人有多爱喝汤？哇，你怎么了？十三号线我算是体验过了，腿又给我弄麻了。你的脚不舒服啊？你那些没用的，羊汤啊，花生味道不盖干。哎，兄弟，我这咁啦，煲咗咁耐，乜嘥埋晒我啲心机啊？兄弟早早，中午了哦，你才起床啊？最近都这样，怎么睡不着呢？吃这啊，你那些没用的，羊汤啊，薏米瘦肉汤。兄弟你又来，成啖心机煲出嚟，做咩唔饮啫？饮完咧，瞓得好噶啦。哎呀，我这黑眼圈。哇，你怎么了？不够睡啊？没事儿，我再喝柠檬水啊。哎，你那些没用的，羊汤不，不用，哎，不用。我就缺你维权维系啊嘛，有网络嘅出品嘅次零斤啦，佢要维系含量大概系柠檬一大半嘅贵州次零，优质柠檬大半自食，好好噶，系我哋老广嘅智慧，仲要零脂、零防腐剂、零色素，天然高维 C， 好饮次零斤。我这酸酸甜甜的还挺开胃，还有蛮开胃的是吧？咁就饮汤啦，整到碗重组花煲鸡。哇，你看，最怕一日要煲靓汤。